由 CC2 所制作的动作对战游戏新作《火影忍者疾风传：终极风暴革命》已经预计于2014年秋季发售。心痒难耐的玩家们，赶快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宣传影片，解解馋吧！首先，在剧情方面，这一次将会追加小创生与两人的宇智波这两段全新的故事内容，分别描述到神秘组织小的成员们是如何相遇并且集结，以及宇智波鼬和宇智波止水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。不止相关角色有所强化，还特别制作了全新的剧情动画来补完原作中不足之处，实在是很有诚意哦。至于一直以来都只见其影不见其身的合体奥义，也在这次的影片当中首次亮相，将前所未见、堪称梦幻大绝的忍术组合化为现实。相信不只是演出华丽，到时候打出来的伤害值一定也很可观吧。而在最后的最后，无影们则是闪电宣布忍界武斗季正式开幕，将决定忍界第一忍者的四人乱斗大战正在等着大家。究竟超过100名角色之间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？是不是真的很让人期待呢？